呢个视频介绍你点样喺 Zoom 里边用呢个聊天嘅功能。首先，你可能要激点一下画面，然后就会出现咗一啲嘅选项喺下低，你就可以揿呢三点，然后再拣 Chat，跟住聊天呢个窗口就会出现，你就可以喺呢度打你要打嘅信息，然后再揿下呢个箭嘴，咁你嘅聊天呢就会发咗出去俾大家。